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印象科技派，我是小雨。装修师傅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需要跪着干活，这样长此以往对膝盖也是一种伤害。垫上护垫伤害是小了，但想要移动的话效率还是不高，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？美国有家公司就发明了一款护膝神器 Knee Blades， 便能很好保护膝盖免受伤害。它由护膝和底座两部分组成，护膝顾名思义当然是用来保护膝盖了，缓冲部分由凝胶制成，并由塑料外壳保护，每个底座都配有三个万向轮，这样便可实现360度转向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完全无死角。整套设备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，先穿好护膝，再将护膝和底座通过卡扣固定，这样你便能游刃有余地展开工作了，滋溜一下就能移动到想去的地方。在保护膝盖的同时还兼具移动性，几乎能胜任任何地面作业，什么安装瓷砖、地板、水泥工程或者修理汽车的工作，通通手到擒来。要是拿下底座，它还能变成单纯的护膝，是不是很方便？这样的发明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，但创意十足，能在保护膝盖方面发挥着不小的作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